今年头一个黄酸雨方面已经来了，带来影响全台湾。即马是以中部沿海甲平湖落雨落上济，到早起十点半，累积雨量上济所在是云林麦寮甲平湖，拢总超过110毫米。气象局提醒讲，今仔日的日时，中南部地区有关爱注意大雨，甚至是雨雾。离北部地区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，明显有变较凉。黄酸雨面报道，台北市雨波大，民众来到大湖公园，同齐沿河山抱囡仔，较袂去淋着雨。气象局表示，地流方面，当地台湾顶面，也毋过雨主要是落伫中部沿海甲平湖。到早起十点半，累积雨量超过110毫米，有分林尾啊寮甲平湖马景。气象局提醒中南部，拜六爱提防大雨，甚至局部大水雨。它不是一直持续的下大雨，而是一阵一阵的雨势，有对流通过的时候雨就比较大，那对流离开的时候雨会稍微缓一点，所以提醒大家天气都还是不稳定。气象局已经针对基隆、北海岸、新竹、甲高雄、花莲发布大雨特报，针对台南市发布大水雨特报。另外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，全台温度拢会落雨，其中北台湾的温度降到真有感觉。从今天开始一直到明天，其实北台湾的朋友就会感觉到整个天气是明显的变凉了，尤其到礼拜一，整个天气是会比较湿凉的状态，一整天的高温都在20度以下。气象局提醒，地流方面伴随的是中小型的对流，可能流通的时阵会落大雨，离开的时阵雨阁会较短雨。也毋过，游玩爱特别细腻，较会出现低延时强降雨，也是雷击的现象。气象局也有讲，雨将伫拜六暗中雨，延续到拜日的日时啊。也毋过，拜日暗到拜一，阁会出现明显的落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